拍一支啊，追踪的人有多少？也已经上百万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有几千人而已。啊？我几千人而已，对吧？要加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什么利润。对啊，还在努力，还在努力，还要努力啊！对啊。要上万人才有利润嘛？对啊，我先拍好，先拍。今天应该有特别好，老板拿出来就可以拿了吗？还是鱼拿出来就可以拿了吗？还是来寻找红干？有啦。这个叫海面嘉义南做捕获鱼竿的用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个要吃的话要再小一点，那一尾感觉蛮，抱歉，那一尾感觉蛮有肉的，还是蛮脆，你赶紧拱的，蛮想，靠近老板的油，这才多重？那边看看啦，那边看看啦，才十几而已，没有到二十，对，是不是盖住啊？掉那个，我才十二啊，哦，应该差不多，跟上次拉上来。来，他不来死机了，都这么大，这真是行个顶哎！来，四位，来，要的人，要的人拿。这位跟那位，请进呢，直接带。大红干，吃几把？吃几把？三把的三，可爱搞笑，而且跟朋友能带过去变称重。对才有的。如果你拿死鱼的话，这个就带走，蛋会被拿走。如果还要抢鱼的话，如果没有就直接吃。
干全部被拿完了。大红干，今天大红干拿完了。过来了，到一个刀，我回来了，你骂那一个。要不要杀？不用啊。好，五四一五。独甲多，Thank you.